二號周曉峰，七號伍嘉仁，八號黎培基，十四號余在賢，十六號蘇迪安，十七號林子軒，十八號蘇學輝，十九號黃錦流，二十號吳樂涵，以及二十一號隊長葉卓文。香港飛馬方面，首年係一號盧少奇。赵文俊，九号马俊乐，十号队长朱仁，十七号陆子豪，二十二号黄子乐，七十七号。中国嘅状元系张君元先生，佢系张元，呢个年又会咗佢。Thank you.